一到了七八月，云南的野生菌市场真是人山人海，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吃蘑菇迷幻玩命大派对，于是你很容易看到这样的画面。啊，我是一杯奶茶，都别碰我，我怕自己洒了。啊，这里有一只巨大的蟒蛇，救命啊。为什么到处都是小精灵？还有，你这次就是因为吃了有毒的野生菌，幸好已经治好了，回家吧。回家后，他觉得我每年吃野生菌都没事，一定是这次没炒熟，炒熟了就没事了。云南的野生菌市场里最常见的就是见手青，这种蘑菇用手一按就会变成青色。见手青的毒，轻则出现幻觉，满眼小精灵；重则一命归西。可还是有无数人冒死一吃，吃过的人总是告诉你没事儿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对呀，那些有事的人坟头的草都已经很高了。我是不白痴，我真是太有文化了。